嗨，我是菊丽。今天我们吃超级低脂的土豆泥，这个减肥吃真的超赞的。先把土豆和胡萝卜切成块状，然后黄瓜切片，洋葱切碎，把鸡蛋煮熟，把胡萝卜和土豆蒸软。所以鸡胸肉是什么时候熟的？还带上了小伙伴。把蒸熟的土豆和胡萝卜压成泥，再放上两个委屈的鸡蛋，然后一起然后加入其他食材。洋葱刚刚切了很多，但是我就加了一点点。你们喜欢在土豆泥里面放一些什么呢？然后挤上一些我认为比较低脂的东西，最后使劲拌就好了。